玩唱工時間12:02，12月27號星期四。就係睇2015年10月27號，即係嗰陣可以出地嗰度影相。而喺2016年嗰時我又去影相，10月27號。依家冇乜去過。啊！今日遊啊，喂，即係今日咧，即係去西九影相，西九高鐵站嗰度，即係都晚太陽嘅，即係佢嗰度即係有美食廣場，去睇下咩食。咁但係基本上嗰啲誒，其中一間嘅美食廣場一間店鋪叫添好運，呢間添好運係食中式嘅，即係啲酒樓嗰啲菜式。跟然之後，其嗰啲都係。只可以 take away， 冇得坐喺度食嘅，即系坐喺嗰啲等候位嗰啲食啊，即系基本上都系攤唔到啊。下面都有嘅，咩唐食膳坊嗰度咧有嘢食，不過基本上嗰啲係貴到一個鮮茄焗豬扒飯有60幾蚊，相等於銀行嘅價錢，所以我都係唔去，翻到去天水圍食。今日又唔知點解又黑仔啊！即係我今日又即係破壞跑落河山，跑落河山，跟住逗留一陣之後跑翻嚟嗰時係應該係6:20嘅，又係都係同一個地方同一個地點嚟嘅。當我跑到呢、這個鳳岡村個，好似係鳳岡村嚟嘅。好似係鳳岡村巴士站喎，應該係第河邊第四條橋，即係去總府輕鐵站嗰條橋，再遠去嗰個鳳岡村嗰個位，嗰、那個巴士站往天水圍方向，即係嗰時見到嗰度有排長龍，成堆人等巴士，即係咁啱我就喺相反嗰個另對面咧跑步。跟住又係喺同一個地方咧，即係當時係有一個女仔，我嘅阿姐踩單車喺我後面。即係當我跑得，當我跑得快嗰時咧，我見到我之前俾狗追嗰個地點又係一隻狗喺度。於是嗰只狗咧，佢見到我跑，見到我跑就點啊？又好似之前咁樣，即係佢見到我跑，跟住即刻追住我，即刻呼呼呼。跟住追，即係癲就追住我，跟住話俾你聽，我衝出馬路咧，佢唔追。好彩嗰陣時嗰條馬路冇車。咁但係我心諗啊，到底點解？我跑步比較追，點解佢踩單車冇比較追嘅？咁得意。喂，我死啦！點解我係會比較追啊？會唔會咁咧？如果一隻狗，即係你一隻狗面前跑步啊，即係佢可能會引起一啲獵物嘅獵殺本能向你施襲。呢啲常識都有教過，甚至 ETV 都有教過嘅。咁但係係咪淨係快就一定比較追咧？可能就係如果你跑得快嘅話，隻狗可能會以為你挑機，即係心諗係咁嘅咩？又比較追食屎，不過佢之後會喺個範圍裏面追嘅，之後超出範圍嘅，咁佢唔會再追嘅。因為好簡單，點解停車場、廢車場、貨櫃場都係咁多狗喺度啊？同埋嗰啲廢物回收站點解咁多狗喺度啊？因為嗰個地方冇 CCTV 嘅，因為基本上可能為野蠻有差人偷嘢，所以快啲看門狗嚟。即係我又發誓，即係我基本上，如果見到即夜晚啊，唔會再。如果喺嗰度跑嘅話，我唔會再跑行路算。因為你要知啊，嗰個地方啊，即係通流河山嗰條路咧，即係有好多村噶嘛。地村附近就有好多嗰個廢物回收站啊，啲個車房啊、停車場、廢車場、貨櫃場。貨倉、貨車場嗰啲冚唪唥都係有好多狗喺度，好唔夠你。
一旦你跑嘅話咧，哇唔識啦，即刻衝，即刻衝過嚟，衝過嚟追你嗰啲，我唔知啊，估嘅啫。即係我睇前幾日就講呢個廁所衞生問題啊！我喺七月四號嗰日就嗰日係學生嘅檢討大會啊！我記得我講過咧，即係嗰個學生會後任主席就講過話，引用咗中三四樓嘅廁格為例，廁格有啲冇門鎖，甚至有啲連對門都冇埋，好似開唔到廁所。跟住佢又話點解咁耐冇人整呢？因為佢話，我係引用翻佢講嗰句，唔知道幾時政府先會派人上門嚟修理。咁我想問下我哋中五六樓個廁所邊個整呢？三個都冇門鎖嘅。如果話政府今次我真係當係政府啊！政府咁快做到嘢都啱嘅，係咪玩嘢？即係諗下，如果我哋嘅廁所咁快搞掂，有啲奇怪。中三嗰次四樓嗰廁所，由我我哋中三嗰時係，即係我哋讀中三係2016年9月，跟住我哋到中四學期尾嗰陣時都未搞掂，即係未整，就係2018年7月，即係今年七月。嗱，諗下2016年9月到2018年7月，呢個時間已經相差一年半啦，即係已經一年半嘅時間。而對於我哋中五六樓嘅廁所咧，一兩個禮拜，你諗下一年半同一兩個禮拜佢差幾遠？即係話唔知道幾時政府先會派人嚟修理。咁就想問下，點解政府咁多年嚟都唔修理咧？點解喺呢一年裏面政府先會修理咧？係咪有啲矛盾咧？如果你話政府唔知幾時會派人嚟修理，點解你唔叫校工嚟修理？只是收起一個門鎖啫，又有收門，收起門鎖，整翻對門，有幾難啫？呢啲只係輕騎嘢，校工都做到嘅。點解你唔請校工？咁校工嚟做咩啊？咁其實如果話唔做嘢嘅，咁點解學校要請咁多校工？即係學校請嗰啲校工，即係都係幫手做學校啲嗰啲家務啊，即係做啲輕騎嘢，幫手打一間學校，即係。點算啊？搬搬抬抬、清潔，甚至維修。咁到底維修點解你唔叫校工嚟維修咧？點解乜嘢事都麻煩政府咧？因為你諗，都係因為你嘅諗法就係政府嗰啲維修師傅嗰個維修嘅技巧仲勁過校友，仲有嗰啲校工嘅。所以你又派政府，你唔派校工，咁你即係話講嘅話，你踩低，你係諷刺緊校工唔識做嘢，咁不得嘅咩？點解唔請校工咧？校工做到嘢啊！即係我講嗰句，政府唔知道幾時先嚟收你，就係我喺學生嗰日講。即係依家電視賣嗰個廣告，咩 Samsung Galaxy A9，即係之前就買呢個 Samsung Galaxy S9，而家就買 Samsung Galaxy A9。呢個 Samsung Galaxy A9即係出咗嚟之後，跟住就好似即係揾啲輕鬆音樂，喳喳烏啊，喳喳喳喳烏啊，喳喳啊嘛。咁嗰個 Samsung A9咧，即係佢有。四個鏡頭，基本上係 iPhone 10，
即係唔理 10S Max 定係 10R 或者 10S 甚至 10S Max 甚至普通嘅 iPhone 10比較，即係基本上普通 iPhone 10咧嗰個鏡頭就係 Samsung Galaxy A9 嘅二分一，即係話只有一半啫。咁我就唔俾 iPhone X， 我就俾我用緊嗰部 iPhone XR 同埋 Samsung Galaxy A9 有咩分別呢？即係你雖然話 iPhone XR 只係一個鏡頭，咁但係佢咁，但如果你話用嗰個 Samsung Galaxy， 我即係俾意見嘅 Samsung Galaxy A9 咧，四個鏡頭裏邊咧，可能話個聚焦度唔夠。雖然話四個鏡頭可以影曬成個風景，但係佢可以為影嗰啲相會唔靚。而 iPhone XR 影啲相靚，因為其實雖然話佢個鏡頭只係 Samsung Galaxy A9 嘅四分之一，咁但係影嗰啲相可以話個解像度係高過 Samsung Galaxy A9。雖然我未用啦 A9， 我只係評估下啫。